你终于想通了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个局，所谓局，都不是只上帝鬼，而是我，是这个局中的帝鬼，只是规定，你才是结果。从吴国之言送给我的人，根本不是北京王，是师尊你自己。是我让你看到吴国之言，让你有机会报仇。名义前辈爱我相信你，永远相信你。师尊爱我怀疑所有人，包括怀疑师尊你自己。这份相信，这份怀疑，都有使我走向今天这个结果。你最下条封闭流传在灵魂中的一本吴国志异是你散布的，因为你这个伏笔才能让局面变成今天的模样。北京王易文宏所看过吴国志异顶面并无作者署名，唯有我送给你的一本叫署名杜在兴，意思埋在露出这样的破绽。荒谬的是，这一局唯有在识破的时阵才会中计。师尊让此局根本无解，除非你死，或者我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都是师兄想不明白的新动机。为什么师尊的部下只会救变化？这一剑之后，你的兵变，我无其他选择的余地。如果你真正看破所有布局，你就会明白，你真无其他选择的余地。师尊，我讲过，我要为你渡敌渡劫，这是最后一项。渡心。最未到就自尽，你不是第一逼我放弃的徒弟。杀掉我，你就会明白这最后一点。我的要求便是，请前辈收我为徒。我爱相当，我已经会处理感情的时间了。若是将伊阿弥陀这份感情上战场，那也害死我一人。因为好好检讨，在这次作战之中，你总共犯了几处错误？这是我的命运。为何前辈要帮助我呢？因为你是苦主之才，是苏家人的天命。无论是谁的兄弟，谁的兄弟，你拢能一时动人不进，同时也一时动人的下地。苏尊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无论情况是怎样，你一定要相信你的苏尊，一定要相信你，一直到最后，你拢要相信你。乔如来啊，拜托你了。都谢你。
哦，好不容易这多里乌国，这次又是多亏你了。喂，从你呀，你是在看什么？看个这么出神？每当我牺牲一个人，我就会挂上一串丢你。我知道，这是你的习惯，也是一个纪念。如果有一天是我被牺牲了，我不会用琉璃串，我想要用别行。那个黄金串，你看安怎？为什么？上无纪念一个我伫你的心中，迄甲别人无同啊！我一时动心，哼，真无意思。幸花，喂喂，你讲几摆咯？别安尼叫我啦！这张手已经挂得太晚了。所以咧，安怎？你想要换一张较大张的哦？我休息，但在死之前，我要找一个团人。你有病哦！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就当作我有病吧。你有病，我会医好你。我的病无药可治。最后的战士，记忆中紧紧的一抹微笑，随即在模糊中消散。啊！总理，总理啊！我救得了你，我救得了你，一秒钟，好、醒来，醒来呀、我要有完，吞落，从你，嘴卖合的，吞落，吞落呀，好、你说你的病不好了，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我的命不牺牲我？你的病终究要伤我了，你醒来，你醒来啊！